At the end of December 2019, COVID-19 suddenly broke out in Wuhan.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life of the people of Wuhan. At 2 a.m. on January 23, 2020, Wuhan announced that it will close the city at 10 a.m. 去年呢？去年，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这个疫情的呀？通过那个网络吧。网络就微博上面的热搜之类的吗？微博啊，还有那个，朋友给我发的，还有的那种微信群呢。您是可以出去买菜吗？还是社区送上门来？送出去，然后自提啊。自提。要不就有的放门口啊。这其实是一个挺统一化的一个流程嘛，应该是。那您觉得大家就是封城在家待2个月都很听话，没有往外跑啊？因为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害怕吗？还是说真的想众志成城这样？肯定是因为想把这个疫情赶跑嘛，对不对？毕竟疫情一在的话，对所有人都不好啊。那您这个疫情，您最害怕的一个阶段是什么时候？就是。特别恐惧，就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传染。就是那个全程都在害怕吗？对啊，就感觉自己会不会被传染，然后如果说自己有的话，会不会传染自己的家人呢？那您待着的话，您的生意怎么办？就是停下来了吗？那没办法呀，只能停啊。我们的房租还是要交。是，当时没有说给你们就是房租有一点优惠啊什么的政策也没有吗？优惠的话，过了年以后就给我们优惠了1个月。优惠了1个月，那还是还好。那您觉得，其实大家武汉人就是真的能在家里待2个月，然后把抗疫就直接从武汉就要从武汉赶走？对对对，您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一些精神啊，还是说因为武汉人的那种？应该说是全国人的吧，全国人的，对所有的人，大家都不希望有这个病毒在自己周围啊、身边啊，所以说都不希望。谢谢你。At this time, the whole Chinese population realized how serious the sudden epidemic was. Up to now, a year has passed since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in Wuhan. We decided to go to there to see what happened in Wuhan 1 year after the outbreak. 其实封城那段时间之后，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跟家里人、孩子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没发生这个事情之前，陪孩子时间真的很少，就是有时候孩子会说妈妈怎么总是不休息呀、我说妈妈的休息是给你错开了工作，对工作性质，对，然后再加上你像放幼儿园比较早，然后妈妈回去的就比较晚、所以陪他时间是比较少，但是也平时也是尽量能陪他就陪他的。不过经历了这一场的话，就是防范意识啊什么之类都会增强很多，心态也会变吧。是的，就觉得没有什么比陪家里人更重要了。是，其实一场疫情过后，我觉得就说生活态度更加积极了啊。就不会像以前抱怨这个抱怨那，就是什么都感觉一点点小事都觉得很美好。以前总是人生不值得。是的，总是觉得因为一点小事觉得哎呀没意思或怎么样、现在就不会这么觉得，觉得一点小事都让你感动，让人觉得生活好美好啊。是，我听你说家里老人怕自己感染了，就一直不愿意跟你们一块吃饭。对对，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其实都没有很在意，但是他会那样觉得，他觉得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或怎么样影响了一家人。是的。那其实以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大家就是真的2个月时间抗疫成功，主要原因是什么？你觉得？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还是医护人员啊。医护人员肯定占主要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民众的配合嘛，就是我们大家一起配合嘛。觉得没有什么事就是靠一个人或怎么样能完成的。好，就最后还想问一下，如果要让你对武汉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话呀？武汉加油吧，我们一直都在。We briefly interviewed the local snack bar owners, manicure workers, media practitioners, college students, and street cleaners who were still cleaning the street during the closure period in Wuhan to reveal their stories and feelings.
when the epidemic first broke out in Wuhan a year ago. 那您当时会害怕吗？就是好了，肯定有点怕着了，没得办法了。好是扫地嘛，懒得拖着子，我就扫地噻。你问那个工作费要走，每天涨，你晓得呗？天天要走，别个休息，我就是不能休息，晓得呗？有一份有房外的工人的，房外的那盖的发东西，就所里发东西，发胡子，发香煎，再发那个小豆的，小豆水。那您就是，有人发那个一千钱，发了七千块钱呢，发。那些还是有东西发的是。东西发，有发东西的，发钱的。我觉得也发钱的。那您当时看着有看到一些什么救护车啊，什么支援的车啊开过吗？有，城里边的送把人家做好事，房外的人也拖嘛，也跟个拖嘛，也房外的也跟。一软的嘛，人家好不咋地，但就是治房外的人咋的？房外的每一个房外所的，新华所的、万松所的、毛江、这儿江库所的人，还有派的人拖开的个车，跟一软的开的个车送人，都有。我房外工人，户户扫地的工人，就是代表把这个清洁做好，把这个卫生做好，治这个清洁，同爱洗面一起，就是不带这个病毛的个小豆。就是每个人都不自私，都付出一点事情。或者拖这个药桶子小豆，关键挖的这个药水，挖的你环保工人倒库，怎么，社库的派人打药啊，再派环保所的人打地嘛，还在小豆，一直还在小豆，这可以吧？可以。那如果让您最后对武汉说一句话，您会说什么话呀？那我也没得数嘛，你才说什么话？我不会说的，我咋子想着来的人嘛？我也没得个数，所以我不会说，晓得不？你咋子我不会说，是？谢谢你，谢谢你。哎，不行。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刚录制完一档节目，然后没有两天，当时还在办公室剪片子，就得知武汉封城了。那是大概几月份的时候啊？12月底吧。那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害怕吗？还是是？有点害怕，因为封城前几天的话，各种防护啊什么的都没有做，还是正常生活的。那你们封城在家大概封闭了几天？封闭了2个多月吧。那这期间你们的一些吃饭啊、生活必需品啊是怎么解决的？吃饭方面的话，就是社区会有专门的人配送，然后用微信群的方式发出你每个星期需要的生活用品。那如果是没有微信、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应该怎么办呀？这种的话，社区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做这些事儿，他们会进行调查之后去帮助他们。那你觉得封城期间大家都能就是在家里面那么听话的待2个月，是因为政府的强制性吗？还是因为你们其实就是觉得哎，我不能添麻烦，或者是我应该互相度过这个困难，还是因为害怕不敢出门？我觉得的话，国家能达到要求封城的话，肯定已经很严重了，肯定不能给社会添麻烦，要对自己负责。那解封的时候，你知道解封你就立刻出门了吗？还是说又在家里面观察了几天？解封通知发出来之后，在家还是玩了有几天才出门。因为当时不太敢直接出去嘛，还是有点慌。这段时间你在武汉的话，其实感受都比其他城市更加深一点吧。可以说是窗户都不敢打开。如果说让你对武汉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武汉牛逼。Today, a year later, is a season of flowers again.I believe that all Wuhan people, Chinese people, and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can successfully overcome the epidemic and let the disasters and sadness stop forever in the past of 2020.
就还是想问一下，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知道疫情这件事情的？大概是在一月份，对，二零年一月份。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呢？是已经回家了，已经。对，放假回家了，然后就越来越多。本来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没有很在意，然后越来越多人就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就知道了。所以你当时回家之后，你再一次返回武汉的学校是什么时候呀？我们九月份了。对，我们那时候回来之前都很害怕很担心，因为没有真正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还是人心惶惶的。但其实等我们开学回来以后，就发现就武汉人民已经很习惯了，而且也已经重新就整得都很好了，就包括一切啊，都有在慢慢的恢复原来的那个样子。大家心态恢复的还是挺快的，挺快的，蛮积极的都。而且就像我们有武汉的同学，我有一个舍友，他就是武汉的。就我问他，我说你那时候，你当时就处在这个地方，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他说就是除了宅在家里就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也没有说那种很恐慌，就是大家都做到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待着，就不要出去乱添乱。他觉得就没有别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影响，就每一个人都这样做就控制起来了，就好很多。就可能真的就处于那个境地里的人反倒心态会平和一点，对，但是不了解的人看新闻就会很害怕。对，就会很害怕。其实他们当自己处在这个就可能就风暴中心的话，就觉得也就这样吧，并没有那么那什么。你在武汉读的书嘛，你也是有接触过，就三四年接触过武汉人。那你武汉抗疫成功，你觉得和你平时接触武汉人那种印象相比，你觉得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在武汉和全国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嘛，本来就向来都很团结，然后武汉是华中地区，其实就是我接触的武汉人都是非常好的，都很友好啊。就是毕竟武汉是全世界大学生最多的地方嘛。然后就是，如果让你对武汉说一句话的话，你想说什么呀？武汉人民特别棒，中国人民特别棒。我想说啥？我觉得武汉可以算作是我的第二故乡吧。对。就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也很有感情，希望它越来越好。对，就过了这一次之后，就希望它一帆风顺。In 2021,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a better future.